陈教授，富邦现在卫权领先，中正方向陈崇宇打穿内野形成安打。今天同时到目前为止，几乎哦真的是每一局都有安打的演出哦。然后今天有全垒打，应该是拼不过。对啊，那中外球承接线今天也是两支安打。对。这球在中间方向又出现安打，学长说真的，嘉伟你就好好坐着了。唐兆平今天单场第二支安打，对，是串联起来。哦，又串联起来。后面这些棒次今天也是打得蛮凶的。回身啊，这个前置，结果主轴跑到了中外野，所以白短也不用啊，直接奉送垒包。这花球还是有可能会过来。这棒打得不错，在左半边的飞球，这个距离应该是够远了。三垒上的跑者要提前要启动，启动回到本垒攻下同事的第四分。唐兆廷还是回到本垒攻下同事的第四分，4-0。王永川今天一个人也是包办了有2分打点贡献。